Hare Krishna，欢迎你嚟到一齐阅读呢一部圣典《博家梵歌》。Om Gyan Timinanda Sya Gyananjana Shakaya Chakshuminitam Yena Tasmai Shri Guruve Namaha Vancha Kaupadire Vesha Kripa Sindhu Bivaja Patitanam Pavanebhyo Vaishnavebhyo Namo Namaha Sh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hri Advaita Gadadhara Shivasadi Gaura Bhakta Vr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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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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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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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 今日就由第十二章开始啦。第十二章奉爱瑜伽，透过纯粹奉爱服务而行嘅瑜伽，第一个师节，阿 Juna 讲，根据你之前嘅解释，有啲奉献者坚定不移，不断投入于崇拜你嘅 Shamasundara 形象，仲有嗰啲崇拜非人格面貌嘅，两者之中，边个嘅瑜伽知识较优秀呢？喺呢个第十二章，至尊主咧确认各种奉献者都胜过思辨家噶，而喺奉献者之中，只有嗰啲拥有唔妒忌等等品质嘅人受到荣耀。介绍奉爱主题嘅时候，阿 Jun 听讲嗰啲有信心、对至尊主履行灵性专注、内心致力于佢嘅人，系各种瑜伽师嘅翘楚。呢个系至尊住喺梵歌六章四十七节嘅意见。阿 Jun 喺呢度咧嘅介绍性陈述，听到奉献者嘅至尊性，由于渴望聆听多啲嗰种至尊性嘅事，于是咧就喺呢个部分终结嘅时候，再进一步询问。你解释咗，得得得，玉塔表示嗰啲致力于为你履行工作嘅人。嗰啲具有你之前所述精妙嘅人，投入服务你嘅 Shamasundara 形象，其他人就崇拜 Brihadaranyaka Sutta 所讲嘅无形貌嘅不老梵。Gaudiya 婆罗门知道呢个不老灵魂唔粗糙、唔精微，亦都唔微小等等。呢两类认识瑜伽嘅人，边一类更高呢？即系讲，边一个熟悉更好嘅方法去认识同埋得到你呢？喺呢度，原来嘅师姐用咗 yoga vitala 呢个词语，yoga vitala 呢个词语一般用嚟咧比较两类崇拜者。yoga vitala 呢个词语咧就系表示最高嘅，用嚟确定各种履行崇拜者之翘楚。用咗 vitamaha 呢个字咧，阿 Jun 唔单单比较两者，更想知道咧边一种系最好噶。朱拉咕噜地注解喺各种为咗迅速达到至尊主而实践嘅收集之中，履行纯粹奉爱最简单、最容易，亦都最自然。佢嘅影响力咧始终如一。呢一章确定咗纯粹奉爱更高。到目前为止，阿 Jun 咧一直咧屏气凝神咁样聆听至尊主 Krishna 嘅训示。喺第六章嘅六章七四十七师节啦，主 Krishna 讲喺果报工作者、冥想者、履行严酷苦行者等等所有瑜伽师之中，履行奉爱嘅人咧更高噶。喺第七章嘅第一个师节，佢讲托庇奉爱瑜伽系最好噶。喺第八章嘅第十个师节，佢描述瑜伽力量嘅荣耀。喺第九章嘅第十五个师节，佢讲到咧思辨瑜伽。而喺第十一章结尾嘅第五十五个师节啦，即系佢又描述到奉爱瑜伽嘅超卓性。听过呢唔同种类嘅瑜伽之后，阿 Jun 你无法确定边一种更加好。崇拜日苏达。结而止 Shamasundara 主 Krishna 嘅人格形象，定系崇拜冇能量、冇形象、唔展现同埋冇形貌嘅梵呢？喺呢两类瑜伽师之中，
边一类有更高嘅瑜伽知识呢？透过 Yoga with Dharma 呢啲字句，阿 Jun 正在喺度问边个系所有瑜伽师嘅翘楚。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 引用阿 Jun 所讲嘅说话：Krishna，从你至今传授嘅所有训示，我明白到有两类瑜伽师。一种咧受制于对你嘅专一奉爱，将所有身体同埋社会活动通通献俾你，藉此崇拜你。另一类瑜伽师遵从无私活动嘅原则，只系根据佢嘅需要嚟履行身体同埋社会嘅活动，亦都履行同凡有关嘅瑜伽，托庇你不朽同埋唔展现嘅非人格面貌。呢两类瑜伽师边个更优秀呢？第二个师节，至尊处讲有超然信心，即系超越物质自然三种具牵制力嘅影响，专心致意于我嘅 Samasunda 形象，恒常怀住专一嘅奉爱崇拜我。嗰啲瑜伽师系嗰啲熟悉瑜伽学问者嘅翘楚，呢个系我嘅意见。Srinivasachakravarti Thakur 嘅注解。至尊主回应阿 Jun 上一个师节嘅问题讲，以摆脱咗物质自然形态嘅信心，专心致意于我嘅 Samasunda 形象，恒常渴望与我团聚。我嘅奉献者系嗰啲瑜伽师嘅翘楚。正如圣典博加谈十一篇25章27节所讲，集中于自我嘅信心系物质善良形态嘅，集中于活动嘅信心。系物质食情欲形态嘅，集中于反宗教活动嘅信心，系物质愚昧形态嘅。但系嗰种以服务我为目标同埋焦点嘅信心，即系完全摆脱咗物质自然形态。目前呢个师节讲，我专一嘅奉献者系瑜伽师嘅翘楚，由此可以断定，同专一嘅奉献者相比，其他人，例如。奉爱咧，夹杂咗知识或者业报嘅嗰啲人啦，都净系归类于嗰啲对瑜伽有认识嘅人，佢哋唔系嗰啲瑜伽知识者嘅翘楚，因此奉爱胜过知识，而喺奉爱之中以专一嘅奉爱为至尊，呢度咧就确立咗呢一点噶。苏拉古鲁的注解。至尊主 Krishna 听到阿 Jun 嘅问题非常高兴，就讲啦：恒常怀住超然信心同埋纯粹奉爱崇拜我，专心致意于我嘅 Samasunda 形象，我只认同嗰啲人系瑜伽师嘅翘楚。事实上，顶尖嘅瑜伽师就系纯粹奉献者，奉爱夹杂咗知识同埋业报嘅瑜伽师，俾佢哋略为逊色。因此，奉爱瑜伽比思辨瑜伽更好，因为只能透过奉爱瑜伽履行纯粹同埋专一嘅奉爱。原本嘅师节所讲述嘅 Radha 呢个字，表示坚信经典、灵性导师同埋至尊主嘅陈述。正如永恒嘅主宰提经中篇逍遥22章62节所讲。坚信只系对住 Krishna 履行奉爱就完成咗一切，呢、这个就系信心 Shraddha。喺另一个地方咧，亦都讲到，只系朝住 Krishna 完全唔谂遵从其他程序，咁样嘅心意倾向称为信心。圣典博加谈述一篇25章27节描述四种嘅信心。对涉及自我科学经典嘅信心系善良形态噶，同果报活动有关嘅信心系情欲形态噶，对罪恶活动嘅信心系愚昧形态噶，服务我嘅信心就系超越各种物质自然形态。喺呢度你应该明白到 Niguna 呢个字表示超然同埋超越物质品质，佢并唔表示完全冇品质。因此，怀住超越各种自然形态嘅信心嘅奉爱瑜伽师系最好嘅。至尊主 Krishna 意在传授呢种理解。第三次第四师节，但系嗰啲控制感官喺所有情况下都维持同一眼界，为众生从事福利活动，
崇拜我难以形容，唔展现，全面偏透，不可思议，永恒不变，冇特色，非人格凡面貌嘅人，亦都只系达到我一个。虽然我们在查克拉蒂塔库嘅注解，嗰啲崇拜我非人格面貌嘅人，比唔上我嘅奉献者。为咗确立呢个原则，至尊主讲述呢、这个。两个以 yet to 开始嘅诗节，Akshala 表示难以言喻嘅梵，因为佢唔展现，冇形象，全面偏透而永恒，佢不转变，但时刻都始终如一咁存在，无法以逻辑理解。Mom Eva 呢个片语表示。佢哋只达到我一个，换句话讲，不朽嘅梵同我之间冇差别。舍勒咕噜地嘅注解，至尊主讲嗰啲以受控嘅感官同埋同等嘅眼界，为众生从事福利活动，崇拜我不朽，难以形容同唔展现非人格面貌嘅人，唯有履行咗麻烦嘅收集之后，最终先至得到我。从呢个梵歌14章27节呢个诗节明白到，主 Krishna 正系非人格梵嘅基础同埋庇荫，因此非人格梵嘅崇拜者亦都间接咁托庇住 Krishna。主 Krishna 系所有堪受崇拜真相嘅庇荫，佢本人亦都系至尊堪受崇拜嘅对象。主 Ramachandra、主 Narayan、主 Nrisimha 同非人格梵等等其他。堪受崇拜嘅本体，佢哋嘅存在全都依赖 Krishna，托庇其他从属而堪受崇拜嘅真理。嗰啲崇拜者肯定亦都喺 Krishna 嘅庇荫之下，所有堪受崇拜嘅真相都以 Krishna 本体为源头同埋仰赖佢噶。虽然如此，喺呢度所讲述嘅堪受崇拜真相之一，头三个喺真理上咧系一样嘅。但系从超越时光嘅观点嚟睇，佢系有等级之分噶。嗰啲托庇呢啲从属真相嘅崇拜者，同样亦都有等级之分。凡系主 Krishna 肢体嘅光芒，即系 Krishna 知识方面嘅唔完全展现。因此，嗰啲得到非人格解脱嘅人，间接咁样托庇住 Krishna 嗰一个。不过佢哋体验唔到爱意盈盈咁服务佢嘅嗰种喜乐，因此尽管主 Krishna 俾佢嘅奉献者提供各种唔同嘅解脱，例如同佢合一等等，佢哋都唔接受。圣典博加阿谭3篇29章13节就讲明咗呢一点啦。要系唔能服务我，尽管提供俾我嘅奉献者嗰啲称谓。同主住喺同一个星球，同主同样富裕，恒常靠近主，同埋同主嘅形象相似等等形式嘅解脱，佢哋都唔会接受，更何况系喺非人格解脱之中同佢合一呢？有啲人认为崇拜唔展现嘅真相，胜过崇拜 Shamasunda 主 Krishna 嘅形象，佢系永恒。知识同埋喜乐所组成嘅，但系至尊主 Krishna 正亲自非常清楚咁解释，佢专一嘅奉献者比嗰啲崇拜冇形象非人格梵嘅人更高，而且有啲人认为崇拜梵极困难，要长时间先达到完美，点会唔系更高啊？佢哋认为。喺有特征同埋冇特征嘅两种绝对真理之中。冇特征嘅非人格梵系原初同埋更高嘅本体，佢哋认为普通人无法为冇特征梵履行崇拜，因为呢个极麻烦。崇拜人格嘅有特征绝对真理，却系咧易于履行，任何人都做得到。必须明白呢啲概念咧，绝对唔正确。唯有 Krishna 先至系原初嘅本体。凡本体仰赖佢，佢单单系 Krishna 肢体嘅光芒咋。
喺梵歌15:18，主 Krishna 自己宣告，作为至尊人物本人，佢胜过易于犯错嘅，亦都绝对可靠。据 Baladeva Vidhusha 同其他梵歌咧评注家解释，不朽嘅实体表示个体灵魂。据 Ramanuja Acharya 咧亦都解释，佢表示个体灵魂，但系用呢个每个灵魂嚟表示。已经清楚描述咗啦，至尊主啦，绝对真理，至尊人物绝对真理同不朽实体同埋绝对可靠嘅唔一样，呢方面应该参考梵歌15:16-17，不变嘅人称为绝对可靠嘅，同埋有另一个超然人物，而且无限嘅灵魂绝对真理嘅崇拜者亦都认为，只有魅灵先至系绝对真理。魅灵正系绝对真理。佢哋讲驱除咗魅灵嘅愚昧嘅时候，梵觉者就变成梵。任何经典都冇表明，尽管达到梵境，魅灵都会得到至尊灵魂嘅性质。唯有主 Krishna 先至系至尊绝对真理。神训经同埋附典唔同嘅陈述都确立咗呢一点。终极韦陀亦都讲。生物体决不能达到至尊绝对真理嘅境界，应该谨记经典所讲至尊主嘅性属性，例如佢具备品质、形象同埋完全独特，呢啲系超然同埋完全有知觉噶。因此，至尊主系同时有特征同埋冇物质特征嘅，嗰个有特征同埋冇物质特征嘅，唔系两个单独嘅本体。而系同一本体嘅两方面。第五个师节，心意依附非人格面貌嘅嗰啲人，历尽千辛万苦，因为嗰啲认同躯体系自我嘅人，难以对唔展现嘅事物坚定不移。Shunavishuna Tachakrati Thakur 注解：咁样思辨家较低级吗？至尊主讲述呢个以 Kleshu Dikatarasism 开始嘅诗节，回应阿 Jun 嘅问题。嗰啲想体验唔展现绝对真理、无限灵魂嘅人，必须历尽千辛万苦先至做得到。魅灵难以试图察知一啲唔具体存在嘅事物，感官只能从声音等等同各自感官有关嘅。属性获取知识，佢哋无法得到冇品质或者属性事物嘅知识。嗰啲渴求绝对真理、非人格面貌知识嘅人，必须控制感官。咁样做却好似阻挡河水涌流咁难。正如喺《圣典薄伽谈4:22-39讲到，Dharma 对 Brother Mahara 说，就讲啦。怀住父爱忆念至尊主莲花脚趾嘅光芒，奉献者就能轻易斩断果报欲望组成嘅心结。不过，尽管毫不倾向于世俗享乐，又能控制感官，毫无父爱嘅瑜伽师都无法好似奉献者咁样斩断心结，因此放弃另外。咁样努力控制感官等等，投入于崇拜主 Vasudeva 嗰啲渴望还到呢个满系感官鳄鱼嘅物质存在之洋，收集瑜伽同埋其他程序嘅人，如果未能托庇至尊主，就必须面对极度嘅困难。因此，国王啊，你都应该接受最堪受崇拜至尊主嘅莲花烛。作为环渡呢个障碍重重、不可征服之洋嘅小船啊，纵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甚至都只系借助于父爱，先至达到绝对灵魂嘅冇特征面貌。冇对至尊主父爱，非人格凡嘅崇拜者，唔单单苦不堪言，更系无法达到凡。正如主 Brahma 讲。击打空大米壳嘅人，唯一得
嘅得益就系白费劲。呢、这个就系圣殿伯加塔十篇十四章四节所讲。朱拉咕噜爹嘅注解喺收集期间同完美嘅时候，非人格梵嘅崇拜者都面对痛苦，不借助父爱，就冇可以赐予完美嘅收集方法。以父爱作为次要程序，喺佢嘅支援下，嗰啲崇拜绝对真理、冇特征面貌嘅人，力求灵魂嘅知识。于是父爱女神赏赐佢哋父爱嘅次要结果幻觉，然后就消失。因此呢啲人一直品尝唔到主 Krishna 极有益嘅性命、形象、超越时光同埋品质。佢哋让自己永恒咁浸喺同凡合一嘅极痛之中，呢个系智慧。因此圣典伯加塔十篇十四章四节讲到。我亲爱嘅主，崇拜你系最佳嘅觉悟自我之途。放弃佢而培养思辨知识嘅人，只会经历麻烦嘅程序，唔会得到所渴求嘅结果。就好似击打空小米壳嘅人得唔到谷物，单单系思辨推敲嘅人，亦都无法得到自我觉悟。佢唯一嘅得益只系麻烦。对非人格梵思辨家嚟讲，讲到咧，收集同完美阶段都系麻烦噶。另外一方面，父爱喺收集同埋完美阶段都极讨人喜欢同埋吉祥。喺圣典伯加尔谈四篇廿二章三十九节讲到，永恒咁继续服务佢莲花脚趾嘅至尊圣主奉献者，能轻易切断渴望享受固定职务嘅之果嘅牢固绳结，尽管试图终止感官享乐嘅高涨浪潮，嗰啲思辨家同瑜伽师等等唔献身于主嘅人，无法履行呢项任务。因此建议你要对主 Krishna，即系 Vasudev 之子，履行灵性专注。而且喺十二篇四章四十节咧，亦都讲到啦。物质存在嘅森林之火产生各种唔同嘅痛苦，对于嗰啲饱受煎熬、渴望还到不可征服物质愚昧之洋嘅人，除咗服务至尊主 Hari、逍遥时光、甘露盈盈嘅叙述嘅嗰条小船之外，就冇其他小船啦。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 讲，思辨瑜伽师同奉爱瑜伽师之间嘅差别咧，在于父爱瑜伽师喺收集阶段，能够轻易培养嗰个达到至尊目标，即系至尊主嘅程序，并喺适当嘅时间无畏惧咁样达到完美境界。另一方面，思辨瑜伽师喺收集期间会专注于唔展现嘅真相，必须费尽周章。收集嗰个基于否定所察知事物嘅概念，呢、这个否定程序所需嘅思想方法，同爱嘅天赋相反，以致生物体唔快乐。呢、这个程序嘅完美阶段，亦都唔系全无恐惧，因为喺收集阶段完成之前，仍然觉悟唔到至尊主嘅永恒本质。因此，对思辨瑜伽师嚟讲，甚至连至尊目的地都苦不堪言。未灵系永恒嘅有知觉实体，如果未灵融入唔展现状态，就摧毁咗佢应该要接受嘅固有本性。因为认同咗自己系绝对真理，因此培养咗深刻印象，认为自己系至尊。一旦对真正本性存有呢种唔完美理解，就难以放弃呢个受条件限制嘅意识知觉。对体困生物体嚟讲，喺收集同达到目标嘅时候，冥想唔展现之物，都只系导致痛苦。事实上，生物体天生有意识知觉，亦都有灵性躯体。因此，呢、这个唔展现或者非人格嘅冥想，同生物体自己嘅永恒形象相反，单单系
痛苦之源。唯有父爱如家，先至系弥灵嘅永恒吉祥之源。冇父爱而独立咁样收集思辨儒家嘅时候，佢总系变成唔吉祥噶。因此，透过崇拜冇形象、不变而全面偏透嘅非人格面貌而履行嘅自我觉悟程序，完全唔值得赞扬。第六到第七嘅诗节，Brother，但系嗰啲怀住纯粹奉爱。人自己专注于崇拜我，为咗达到我而将所有活动奉献俾我嘅人，我好快就俾佢哋从生死之约获救。至尊主讲，单单系透过奉爱，唔需要思辨知识，我嘅奉献者就喜乐咁样脱离物质存在。喺呢一度，sannyasa 呢个词表示弃绝。唔管边个为咗达到我而放弃所有固定职务，唔理会果报活动、经验主义嘅知识、苦行同埋其他程序，怀住专一奉爱崇拜我，都轻易而快乐咁样摆脱物质世界。正如圣典博加尔谭十一篇20:32-33讲到，履行果报活动、苦行。经验主义嘅知识同埋弃绝所得嘅一切结果，仲有我奉献者嘅一切渴望，唔理系天堂星球解脱，或者住喺我嘅居所，只要对我履行奉爱瑜伽，全部都可以轻易得到。喺那那亚尼日穆沙达玛亦都讲到，为咗实现人生四大目标而履行收集嘅人所领受到嘅结果。托庇主那拉人嘅人，唔需额外费劲就可以得到啦。四大目标就系呢、经济发展、世俗宗教解脱同埋感官享乐。如果有人问啊，佢哋以边种收集跨越呢个物质世界，咁就听住啦。呢、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恰当。因为尽管佢哋唔履行任何收集，我都亲自解救佢哋。从呢个陈述明白到，至尊主只系对佢嘅奉献者，而非思辨家，展示佢嘅爱。苏拉古鲁的注解喺之前嘅两个诗节，至尊主解释对佢专一奉爱嘅荣耀，同埋佢专一奉献者嘅荣耀。履行呢种专一奉爱同领受到至尊主之恩。纯粹奉献者可以非常轻易咁还到物质存在之源，得以极喜乐而爱意盈盈咁样服务至尊主噶。Krishna 本人系绝对真理非人格面貌嘅庇荫或者基础。呢、这个主 Krishna 至尊人格守神，除咗佢自己之外，冇其他源头嘅嗰个守神形象。亦都系超灵同所有神圣化身之源，知道呢个事实嘅奉献者喺奉献者嘅联谊之中托庇独一无二嘅专一奉爱，如上述所讲，喺收集或者完美阶段，佢都不必经历嗰啲崇拜冇特征同埋冇形象凡嘅人所体验嘅困难。佢冇几耐就能轻易满怀纯爱咁样服务至尊主，介绍托庇呢种专一纯粹奉爱嘅奉献者时，至尊主讲呢种专一奉献者认为社会阶级嘅固定职务同埋灵性进阶系奉爱障碍而彻底放弃，佢哋认为对我嘅爱心服务系唯一值得达到嘅目的，透过聆听。唱诵同埋忆念我嘅名字、形象、品质同埋逍遥时光，佢哋怀住专一嘅奉爱投入于崇拜我，甚至喺收集阶段期间履行聆听、唱诵等等嘅时候，佢哋都全神贯注于我。咁样嘅奉献者一心依附于我，亦都全神贯注于我。我好快拯救佢哋离开呢个极难跨越嘅物质存在之约，
佢哋不必好似思辨家同埋儒家思咁样担忧点样还到呢一片汪洋，而且佢哋要尽快达到我，无法容忍任何延迟。我将佢哋放喺我嘅坐骑 Garuda 嘅背上，好快就将佢哋带到我嘅居所。佢哋唔系透过思辨家同儒家思所遵从嘅光明之途等等，逐渐得到解脱。透过我自己嘅意愿，我令到佢哋摆脱呢个虚幻世界，将佢哋带到我嘅居所，让佢哋履行满载纯爱嘅奉爱服务。Śrīla Bhaktivinoda Thakura 引用 Krishna 所讲嘅说话，物质存在之阳嘅特点系生同死。我好快就解救嗰啲托庇于我人格形象嘅人，咁样嘅人。将所有身体同社会活动完全从属于我嘅奉爱，恒常都冥想我，透过对我嘅专一奉爱程序，佢哋崇拜我永恒最美嘅 Krishna 人形形象。如此一嚟，佢哋完全专心致意于我。换句话讲，喺受条件限制嘅状态。我让佢哋从呢个虚幻物质存在嘅束缚之中解脱出嚟，切断咗假象对佢哋嘅牵制之后，我保护佢哋免于死亡，即系以为自己同我冇分别。对于嗰啲依附唔展现事物嘅人嚟讲，呢个自毁嘅一体概念招致不祥。我嘅誓言系喺梵歌4章11节讲到。由此咧，明白到嗰啲冥想唔展现事物嘅人，融入我嘅唔展现面貌，咁样我边有损失呢？达到咗咁样嘅目的地，就撤销或者毁掉咗微灵固有形象嘅重要性或者效用啦。因为当一个灵魂咧融入咗梵光之后咧，咁就完全同主合一啦。佢因为光就系梵光嗰度冇喜又冇悲，完全系一个零嘅状态。咁所以，但系未灵魂咧，总系渴望喜乐嘅，总系有一个服务心态。去到梵光融合咗嘅时候，系完全感觉唔到喜乐啦。尤其是系冇得服务至尊主呢、这个永恒嘅喜乐就此消失咗。所以呢个系。最唔主张嘅第八个师节，专心致志于我嘅 Samasundara 形象，将你嘅智慧供奉俾我。咁样离开你嘅躯体嘅时候，你肯定同我住喺一齐，呢一点毫无疑问。Srinivasanatha Chakravarti Thakura 嘅注解，因为我嘅奉爱系至高无上嘅程序，因此你应该单单系履行奉爱。咁样教导阿 Jun 至尊主咧，正系呢度咧以 Ma Eva 开始讲述三个师节。佢用 Eva 呢个字禁止崇拜非人格面貌。至尊主讲 Ma 意思指对我，你应该独一无二咁样专心致志于我嘅 Samasundara 形象。佢系着住黄色衫，戴住森林百花穿成嘅美丽花环。换句话讲，忆念我将你具辨别力嘅智慧集中于我，即系话只系谂住我呢种想法，应该符合嗰啲确立冥想嘅经典陈述。咁样你最终只会住喺伟大经所讲嘅我嘅附近。Śrīla Gurudeva 嘅注解，主 Krishna 正在喺呢度咧呢几个师节解释。佢专一奉献者采纳嘅收集。首先，佢对阿 Jun 讲：阿 Jun 啊，我好快就拯救嗰位致力于我、放弃咗四社会、四灵性进阶体系嘅专一奉献者，脱离生死之约。我赐予佢爱意盈盈咁样为我做奉爱服务。因此，你应该独一无二咁样专注于我，即系至尊法、至尊超然形象真像。消除心里面所有感官满足嘅渴求，只系专心致志于忆念我，心意倾向于接受同埋拒绝。
因此，为咗让心意专注于任何同至尊主有关嘅事物，令心意离开所有感官对象之后，必须将智慧归依俾主。已坚定智慧得到咗至尊主灵性形象嘅知识，就知道只有佢先至系至尊堪受崇拜嘅真相。你行聆听、念诵同埋忆念等等收集，将纯粹智慧嘅各项功能都朝住于主，咁样会令到心意受控于咁样嘅坚定智慧，然后就会自动全神贯注于忆念佢。喺咁样嘅状态之中，你同佢恒常都会好亲近，因此令到阿尊成为佢嘅工具。至尊主正在指导我哋所有人，唯有奉爱先至系最好嘅收集同最好嘅目标。因此，我哋唯一嘅职务系专心致志于佢，将智慧独一无二咁样归依佢，恒常忆念 Samasunda 永恒嘅形象。做到呢一点，就会得到奉爱收集嘅最高成果，成为佢嘅同游，得到纯粹奉爱。呢一点毫无疑问，咁样就解释咗奉爱瑜伽嘅成果，同埋奉爱收集者所达到嘅目的地至高无上。第九个诗节，自负者，等一下。如果你无法让心意稳定咁样专注于我，咁就透过收集、发展殷切热忱，渴望达到我吧。Shinawishanatagratitaku 嘅注解，至尊主对嗰啲无法直接忆念佢嘅人，解释嗰个可以咁样忆念佢嘅方法。佢讲一再控制到处飞驰嘅心意，应该收集专一地专心致志于我嘅形象，呢、这个就系瑜伽。心意有如江河流向形象同埋味道等等可憎嘅世俗感官对象，应该透过彻底抑制心意嘅收集，将心意嘅河道逐渐固定于我最美丽嘅形象、品质等等。目前呢个诗节强调嘅 Dhanajaya 呢个字，正如阿尊征服咗好多敌人，累积咗大量财富，佢同样亦都能透过征服同控制佢嘅心意，得到冥想至尊主嘅呢份财富。Shila Guru 的注解，喺上一个诗节，至尊主教导每个人将心意同埋智慧专注于佢，专一咁样对佢奉爱。因此可能会提出下列问题：正如恒河流向海洋，心意恒常高速奔向至尊主，嗰啲人好快就可以达到佢。呢一点毫无疑问。不过嗰啲并非坚定咁样倾向至尊主嘅人，可以用咩方法得到佢呢？至尊主就给予第二个选择作为回应：嗰啲无法透过之前所讲嘅方法，坚定而稳定咁样专心致志于我嘅人，应该努力透过收集嚟得到我。呢、这个表示佢哋应该逐渐控制心意倾向，令到佢唔受各种感官对象吸引，努力专心致志于我。咁样嘅努力称为瑜伽收集，心意直此慢慢依附我，之后就易于达到我。算啦，白天年老的塔姑引用 Krishna 所讲嘅说话，之前所讲嘅嗰种纯爱毫无动机，系致力于我嘅嗰个心意嘅永恒功能。要得到呢个纯爱，需要持恒嘅收集。如果你无法稳定咁样专心致志于我，咁样你都系从事瑜伽收集比较好。第十个诗节，如果你无法从事呢个收集，咁就让自己致力于嗰啲喺本质上同我有关嘅活动，因为为咗取悦我而履行聆听同埋念诵等等活动，你肯定会达到完美。Shinawishanatachakratitaku 嘅注解，阿 Juna，正如黄疸病人嘅舌头唔想品尝冰糖，
被愚昧污染嘅心意，同样唔接受我形象嘅甜美动人。因此，如果你认为你冇办法从事呢项持行嘅收集，因为你无法对抗咁呢个非常强大可怕嘅心意，咁就听住啦。为咗取悦我而履行有美德而蒙福嘅活动，例如聆听同埋唱诵我嘅逍遥时光、祈祷、崇拜、打扫我嘅庙宇，同埋俾土拉士淋水、收集鲜花同埋履行其他各种服务，纵使冇益念我，你都会达到完美，成为我爱意盈盈嘅同游。Shila Guru Dev 嘅注解喺前一个诗节。主 Krishna 教导 Arjuna 采纳专心致志于主至尊主嘅收集，但系 Arjuna 谦卑咁讲：主啊，因为心意比风更飘忽不定，极难控制，我唔会有力量透过瑜伽收集禁止佢接触感官对象。我之前喺你嘅莲花座表达咗同一个意见，即系喺梵歌6章34节嗰度讲到。因此，我应该点做好呢？主 Krishna 微笑住俾佢第三个选择。如果一个人甚至无法从事瑜伽收集，就应该履行嗰啲对奉爱有利嘅活动。服务至尊主嘅方法种类繁多，全部都只需要一点点努力嘅啫。建造、保养同打扫佢嘅庙宇，为佢嘅神像做建花园。照顾 Tulasi 等等呢啲活动轻易咧令到心意受控，专注于冥想至尊主嘅活动，然后喺纯粹伟大奉献者指导下收集聆听、念诵同埋忆念等等纯粹奉爱嘅滋补，喺服务至尊主方面就逐渐达到完美。喺呢一方面咧，圣典博加亚谈上一篇11章34节就讲到啦，Uddhava。收集者逐渐得到对至尊主嘅纯爱之果，即系成为我嘅同游，满怀信心咁样投入于仰望、触摸、崇拜、服务、赞美同埋顶拜我嘅神像同我嘅奉献者，恒常唱颂佢哋嘅品质同活动等等活动，咁就会实现啦。第11个诗节。不过，如果你无法履行呢个瑜伽收集，就托庇嗰种将所有工作供奉俾我嘅瑜伽，以受控嘅心意弃绝所有活动结果吧。Srinava Shanatha Chakravarti Thakur 嘅注解，至尊主讲：如果你冇办法咁样做，就托庇我嘅奉爱瑜伽，将活动结果供奉俾我而弃绝吧。正如喺头6章所讲噶呢个，头6章解释得到解脱嘅方法系无私地履行供奉俾至尊主嘅活动。第二部分嘅6章描述达到至尊主嘅方法系奉爱瑜伽。呢、这个奉爱瑜伽有2种，第一嗰啲稳定咁样专注于至尊主嘅内在感官活动，同埋第二。外在感官活动，第一种奉爱瑜伽又再分成3个阶段：第一忆念，第二冥想，同埋第三规范收集。呢啲系俾嗰啲冇办法恒常履行忆念，却又依附于达到呢个阶段嘅人。呢3种收集对于嗰啲唔太聪明嘅人嚟讲，确实非常困难。但系对于嗰啲冇冒犯同埋致力于纯粹智慧嘅人嚟讲，却系轻而易举。不过将外在感官投入于聆听、唱诵等等活动嘅第二种奉爱瑜伽，呢、这个方法对每个人嚟讲都系好容易。嗰啲从事呢个其中一种奉爱瑜伽嘅人，比其他所有人更高。博家梵歌第二部分嘅。6章描述咗呢一点，嗰啲无法履行呢个其中一种，又无法透过控制感官同埋心意，有信心咁样崇拜至尊主嘅人，适合履行头6章所讲，就系供奉俾至尊主嘅无私活动。佢哋比唔上以上2种奉爱瑜伽师。
Shilaguludeva 还想要个狮子主 Krishna 呢？而 Mom Karma Pramubhav 呢个陈述，分是人呢打扫佢嘅庙宇啦，俾植物涂啦屎，同埋花园浇水，同埋履行其他咁样嘅服务。对至尊主嘅呢啲服务简单容易，乐于履行。听到呢一点，阿 Jun 想知道。认为呢啲微不足道嘅人应该点做呢？佢哋亦都可能因为出身高等家庭或者喺社会上嘅尊崇地位，唔愿意履行呢啲嘅服务。明白到阿 Jun 嘅心意，至尊主 Krishna 就喺呢个目前呢个狮子给予咧第四个选择。如果无法为至尊主履行咁简单嘅服务，咁就应该采纳无私咁样履行固定职务，并且供奉俾至尊主嘅程序。不过唔应该因为物质假我而逃避打扫庙宇等等服务。虽然呢，Ambarish Maharaj 系地球七大岛屿之主，佢系亲自咧亲手打扫至尊主嘅庙啦，同埋履行其他服务，一直投入于服务佢。根据主允和财大人经所讲，喺 Jagannath Puri 著名嘅弹车节期间，Bharatbhaja 王咧，会喺主 Jagannath Dev 嘅弹车面前咧打扫噶，扫地。见到咁样嘅服务态度，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非常满意佢。因此咧，根据我哋堪受崇拜师徒传承嘅训示。尽管为至尊主履行微不足道嘅服务，都会俾我哋产生吉祥噶。由于物质假我而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打扫庙宇咁样嘅服务唔重要，令人无法尽力达到超然目标。如果因为咁样嘅优越感而无法从事至尊主指示嘅服务，咁样最悲天悯人嘅至尊主 Krishna。就俾佢另一个选择，佢应该依据四社会四灵性进阶体系履行固定职务，唔苛求享受活动成果，亦应该将结果供奉俾至尊主。至尊主以递减嘅顺序，俾四种资格嘅人四个选择。第一，应该专心致志于至尊主嘅形象。透过聆听、唱诵同忆念至尊主嘅名字、形象同品质嘅程序，努力得到呢个信赖，呢个系自发依附嘅途径。第二，嗰啲无法透过自发依附途径专心致意于至尊主嘅人，最好咧就根据伟大规则，遵从父爱嘅途径，托庇重复嘅收集。第三，嗰啲甚至咧无法重复收集呢个规范父爱嘅人咧，就必须致力于为至尊主履行工作服务。咁样致力为至尊主工作重复嘅收集咧，就会逐渐达到完美。佢哋嘅心意最终会专注喺至尊主嘅莲花足。第四，嗰啲甚至无法履行活动去服务至尊主嘅人咧，最好归依佢。干脆咧唔依附成果咁样履行伟大经固定嘅活动，呢啲活动咧会令人逐渐进达到嗰条通往咧专一、连续不断嘅超然父爱之途。呢条途径传授自己嘅身份同埋本性，以及至尊主本质同埋灵性形象嘅知识。咁系啦，呢一章节咧就总括咗四个选择啦。Krishna 俾四个选择你，点样去可以最后达到佢最低咧？就系归依佢啦，归依俾至尊主啦。好，我身口意咧全部都俾晒你，而咧唔依附任何嘅成果而去做翻佢自己嘅负定责任啦，即系去维系佢嘅家庭啦，去打工啦，去做佢自己嘅活动啦，咁咧再俾佢好一啲咧，就系能够咧去做
佢可以为做呢啲服务嘅，除咗去做佢自己本身嘅固定职务嘅时候咧，仲尽力咧去为至尊主咧去做一啲服务，即系间唔中啦，去到庙宇嗰度咧去帮手打扫下，去穿花环啦，跟住去到有聆听下唱诵记忆关于至尊主嘅嘢啦。譬如大时大节，亦都会去帮手啦，去捐啲钱啦，去做呢啲活动啦，等等噶。咁再高级一啲咧，就系可以咧去到庙里面啦，透过规范啊，因为庙嗰度有啲规范啦，要遵守啦。咁你每日啊几点要起身啊，做啲咩啊，全部都有好规律嘅。咁你可以透过咁样呢啲规律性嘅控，即系去帮助自己咧。去做呢啲所有嘅灵性收集活动，就系、是、聆听唱诵啦、记忆啦，头先讲到为庙打扫啦、为庙做煮饭啊，咁样，即系喺庙里面咧做一个修行，有规范地去做修行，重复每日咁样去做呢个修行。咁而比起刚才所讲嘅最高嘅、最好嘅，就系、是、唔需要规范啦，自己咧自动自觉嘅。每日咧都想净系专注咧去聆听唱诵记忆至尊主嘅所有嘅嘢，咁每日佢自己好主动啦，系出于爱啦，系自己好想啦，而去做呢啲所有嘅收集程序，呢、这个就系最高噶咯。第12个师节，得到超然知识。比收集阶段嘅奉爱服务更好，因为呢啲知识令人冥想我，呢啲使人根据经典训令不断深思我。透过咁样嘅忆念，一个人轻易摒弃对活动成果，例如天堂之乐同埋从生死轮回解脱等等嘅所有依附，记住咗呢啲之后，就心境平和。Suna Vishnu Chakravarti Thakur 注解，而家咧解释规范收集心思，最后系忆念等等相继嘅超卓性事。至尊主咧讲述呢个以 Shriya 开始嘅师节，有人表示将你嘅智慧专注于我，因为咁样深思我，比规范收集更高。喺规范收集阶段就能够冥想，不过因为有啲障碍，因此需要费尽周章，亦都好麻烦。但系达到深思阶段嘅时候，就易于冥想。不过冥想比知识更高。如果有人问点解，答案就系冥想咧令到人弃绝对活动成果，例如享受天堂星球嘅之乐。同埋咧，达到解脱等等嘅渴望，呢、这个气绝系无私咁样履行固定职务嘅结果。尽管呢啲结果自动出现，人都会视若无睹。我哋睇到一个人，或许仲未能够稳定咁样冥想，心里面可能仲未醒悟灵性呢个情感，却系依然渴望放弃解脱。不过，嗰啲能够稳定咁样冥想嘅人，甚至唔渴望放弃解脱，佢哋自然咁不以为意。只有呢种奉爱先至称为 moksha lautha kali mi。佢甚至令解脱无地自容。喺奉爱嘅甘露1章17节，以 klesha bini sambuddha 呢4个字开始嘅诗节就描述啦。奉爱服务，消除痛苦，赐予吉祥。喺圣典博加亚塔11篇14章14节亦都讲到啦，嗰啲全心归依我嘅人，唔渴求 Brahma 或者 Indra 嘅位置，成个地球嘅统治权、低等星球嘅王国、缩小等等完备完美，甚至解脱状态，佢哋只系渴求我。喺呢度咧，Pitamichati 呢个片语表示坚定地冥想我。喺梵高目前嘅呢个诗节，他嘅呢个字表示毫无物质欲望嘅时候，
一个人就心如止水。呢、这个表示除咗被我嘅形象、品质等等吸引之外，各种感官完全唔依附其他感官对象。朱拉咕噜地嘅注解喺呢三种妨碍之中，即系忆念、心思同埋重复嘅收集，将智慧专注于至尊主嘅呢种知识比收集更高。冥想嘅特点就系持恒嘅忆念，佢比心思形式嘅知识更高，因为喺嗰种以心思为特点嘅知识之中，只有费尽周章、排除万难，先至能够冥想。但系当心思达到完美嘅时候，就轻易达到念念不忘嘅冥想境界。冥想达到完美嘅时候，对解脱同埋天堂星球嘅之乐咧嘅向往咧就消散，之后心意就依附于至尊主嘅形象、品质等等。喺咁样嘅状态就完全唔依附其他感官对象，因此自然咧达到安宁。但系如果冥想仲未达到完美，咁样嘅收集者亦都无法收集冥想，咁就应该无私咁履行固定职务同埋供奉俾至尊主，呢、这个会逐渐令人心境平和，对咁样对至尊主奉爱噶。朱拉巴提米诺德塔库引用 Krishna 所讲嘅说话：Arjuna，奉爱收集系得到无下纯爱嘅唯一方法。呢、这个奉爱瑜伽有两种，第一，内在感官活动同埋嗰种专注于至尊主嘅心意活动，同埋第二外在感官活动。内在感官活动有三种：忆念、心思同埋重复收集。对唔太聪明嘅人嚟讲，呢三类活动却系极难履行。第二种奉爱，即系聆听同埋念诵等等外在感官嘅活动，每个人都易于履行。因此，同我有关嘅智慧系最佳嘅知识形式，比重复收集更好。喺呢度，知识指嘅唔系思辨瑜伽，系持恒嘅收集阶段期间要努力履行冥想，但系得到个收集嘅结果，即系心思嘅时候就易于履行冥想。冥想比薄弱嘅知识更高，因为稳定咁样冥想嘅时候，就唔渴望享受天堂星球之乐或者解脱之乐，驱除咗呢两种渴望，就完全唔依附任何感官对象，心如止水，却唔疏离我超然嘅名字、形象、品质等等。第13到14师节，悟习到悲天悯人同埋善待众生，对儿子同家庭成员毫无拥有感，冇假我。对苦乐都泰然自若，宽宏大量，知足，富有奉爱瑜伽，控制感官，有坚定决心，以心意同埋智慧致力于我非常钟爱我嘅呢种奉献者。Srinivasana Thakurati Thakur 嘅注解，达到咗上述安宁境界嘅奉献者天性系点样嘅呢？预料到 Arjuna 嘅呢个问题，至尊主咧喺8个师节解释佢唔同种类奉献者嘅各种品质，其中第一个师节以 Atvista 呢个字开始，一个人唔嫉妒嗰个嫉妒佢嘅人，反而维持友好态度，称为咧 Atvista。奉献者只垂怜佢，希望呢种唔满嘅人唔好因为嫉妒态度变得堕落或者低堕。如果某人询问可以点样同埋怀住边种辨别力对心存嫉妒嘅人示好同埋怜悯，答案就系呢件事唔需要辨别力而发生，因为我嘅奉献者唔觉得妻儿等等系属于佢嘅，冇错误嘅躯体认同，因此唔嫉妒任何人，而且能够透过唔嫉妒而避免嫉妒所致嘅痛苦嘅时候。佢点解仲要辨清同埋区分呢？一个人或许喺度谂，
如果另外一个人突然用拳头攻击佢，或者用鞋掟佢、打佢，身体会唔会感到任何痛苦？至尊主回答讲，佢对苦乐都泰然自若。正如呢 Chandra Shekhar 呢位神喺圣典博加亚谈六篇17:28讲到，喺任何情况之下，嗰啲致力于主阿拉人嘅人绝不畏惧。因为对佢哋嚟讲，天同星球、解脱同地狱都一样，认为苦乐都一样嘅人，称为 Samadhistha。而且主阿拉人嘅奉献者认为，降临喺佢哋身上嘅任何痛苦，都系以前活动嘅结果，而家展现，因此必须面对。佢哋沉住镇静，以极大嘅容忍。极大嘅容忍力忍受所有痛苦，为咗传达呢一点，至尊主讲佢哋宽大为怀，即是呢个字根呢以表示容忍。如果提到咁样嘅奉献者点样维生嘅问题，就以 Santusta 回应，佢哋一直满足于凭住天意或者稍作努力所得嘅任何食物。阿尊问。但系你之前讲佢哋对苦乐都泰然自若，尽管面对三餐不计之苦都感到满足，咁样当佢哋为自己得到食物嘅时候，又点会满足呢？呢、这个好似互相矛盾。至尊主讲 Satatam Yogi 嚟回应，由于具备父爱瑜伽，佢哋只系为咗喺父爱方面达到完美。先至想维系身体，讲到必须咧尽力得到食物嚟维生，应该咁样维系躯体，因为只有保持身体健康，先至可以忆念绝对真理。透过绝对真理嘅明确知识，先至可以得到至尊主。咁样嘅奉献者，如果因为天意而得唔到任何食物，依然泰然自若。尽管必须面对令人心烦意乱嘅情况，佢哋都唔从事八部瑜伽收集镇定心神，因此佢哋称为 Nidra Nishcharya。因为佢哋绝不偏离唯一嘅职务，即系对至尊主履行专一奉爱。佢哋继续致力于忆念同埋深思至尊主，咁样嘅奉献者令到我非常高兴。因此，我非常钟爱佢。朱拉古鲁的注解喺上一个诗节解释咗专一同埋坚定奉献者实践嘅各种收集之后，至尊主喺下列七个诗节解释嗰啲奉献者嘅品质。喺呢度，Advaita 呢个字表示佢哋甚至唔嫉妒嗰啲嫉妒佢哋嘅人，佢哋认为咁样嘅嫉妒系目前正在。成形嘅反应系至尊控制者赐予嘅，因此唔嫉妒任何人。相反，佢哋对所有人都保持友好态度，认为每个人都系至尊控制者嘅居所。睇见其他人嘅痛苦，佢哋努力消除，因此佢哋都悲天悯人。佢哋认为躯体同躯体有关嘅任何事物，都系物质自然嘅转变。同真正嘅自我唔一样，因此佢哋甚至唔觉得拥有自己嘅身体、履行活动时，一贯都毫无虚假嘅躯体认同。喺物质苦乐之中都沉住镇定，喺呢个任何一种情况之下，既唔雀跃，亦都唔困扰，因为佢哋宽大为怀，因此亦都容忍。由于喺得失、荣辱、胜败等等所有情况下，都保持满足。因此，佢哋系瑜伽师，一直稳定咁样专注于舒咕噜传授俾佢哋嘅收集。日他玛呢个字表示控制咗感官嘅人。由于任何基于虚假谬误嘅逻辑都唔能够扰乱佢哋，因此佢哋有坚定嘅决心。呢、这个物质世界嘅痛苦无法令佢哋偏离对至尊主嘅奉爱。呢个系专一奉献者嘅特别品质，佢哋富有我系至尊主仆人嘅坚定信心。
佢哋嘅心意、躯体同埋其他一切都已经归依俾至尊主嘅莲花足，因此佢非常钟爱咁样嘅奉献者。喺圣典博加亚谈十一篇十一章29至32节，主 Krishna 对佢嘅奉献者 Uddhava 描述呢啲品质。主 Krishna 讲：Uddhava 圣人扎心仁厚，从来唔伤害其他人，尽管其他人嫉妒佢。佢都容忍同埋原谅所有人，佢专注于真理，全无嫉妒同埋妒忌，平等咁样看待物质苦乐，致力造福众生。佢嘅智慧从未被物质欲望或者错误嘅逻辑迷惑，亦都控制咗所有感官。佢嘅行为总系令人心悦诚服、堪称典范。佢甚至亦都唔觉得妻儿系属于佢嘅。佢从不竭力履行世俗活动，并严格控制饮食，恒常平和稳定。圣人接受我为唯一嘅庇荫，尽管喺令人苦恼嘅情况下，咁样嘅人都非常坚定咁样履行职务，因为佢稳定而高尚。佢征服咗六种物质品质，即系饥饿、悲哀、错觉、老同埋死。绝唔贪慕虚荣，极尊敬其他人。佢善于带其他人去到至尊主 Krishna 嘅莲花足下，因此从不欺骗任何人。相反，佢系所有人嘅祝愿朋友，亦都最仁慈。必须将咁样嘅圣人看作为最博学嘅人。我喺各部伟大经典附定嘅宗教职务，能够净化履行者。佢完全了解呢一点，亦都知道忽视呢啲职务会令到普罗大众嘅发展有错过。不过，完全托庇我嘅莲花足之后，圣人最终放弃四社会、四灵性进阶体系等等所有物质主义嘅职务，崇拜我一个，因此视之为仁者之尊。主彩蛋系经中篇逍遥22章78至80节。亦都描述咗呢啲奉献者，奉献者恒常仁慈、谦逊、真诚，一视同仁，宽大为怀，温和同埋干净，冇物质财产，为众生履行福利工作，心境平和，已经皈依俾 Krishna，无欲无求，对物质得益唔感兴趣，便专注于奉爱服务。完全控制色欲、愤怒同埋贪婪等等六种有害品质，只食所需嘅分量，亦都唔酒醉、我敬、认真、慈悲同埋冇虚荣。佢哋友善、知热、老练同埋沉静。咁今日就读到嚟呢一度，下次咧就继续去读奉献者系有啲咩品质嘅。जय गुरुदेव की जय, जय श्री गुरुदेव की जय, जय श्री विश्वनाथ चक्रवर्ती ठाकुर की जय, जय सिद्धि बग्गा फैन को की जय, जय श्री नित्य गौर प्रेमनंदी हरि हरि बोल।